我的体重呢是4公斤了，我的身高呢是0.4米了，我的电压呢是10万伏特了，我的属性呢当然是电了，我的财富呢有8.24亿美元哟。我喜欢吃的呢是番茄酱和苹果哟，我讨厌吃的呢是大肥肉了，我最大的愿望呢就是能再长高一点了。我最讨厌的是呢火箭队捣乱哟，我最喜欢的是呢打到滚成功呀。起老鼠皮卡丘，那可爱的外表下隐藏着聪明勇敢坚强和好善的性格，在战斗的时候呢我身手敏捷呀，甚至可以呢在边上高速移动呀，躲避敌人的攻击呢。攻击强大的我呢常常用电击强大的电击招式10万伏特呀，给敌人最后一击呢。我身上没有了，皮卡丘皮丘秀。